Hello，你们很早欸，我还没睡醒，好累哦。Hello， 阿龟 ，Hello， 好意，佩勋晚安，君涵 ，Hello， 志宏晚安，福福猫 ，Hello，Alex， 嗨，笑笑，早安。早安，嗯，现在我觉得蛮好的吧，应该没有当吧。韦磊、北极熊、NG，Hello， 你们好早起哦，我这时间应该还在睡的。Hello， 听，圆滚滚，很顺，真是早安，大早安。哎，我还没吃早餐呢，你们吃早餐了吗 ？Breakfast。Hello，Hello from play，Hello 豆哥。哎，你们等我化完妆再截图好不好？现在不要截图，现在真的是一个很灾难的现场哎。刚吃完，刚睁开眼睛。Hello， 唐老哥早安，八点就起来等了，刚睡醒，当然直接吃午餐。我今天午餐有跟别人约的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把昨晚上的东西吃完。早安，嗨，西恩。Hello， 嗨，九丹，今天气色不错，刚刚气色不错，超肿哎、欸，好肿哦！今天午餐要吃什么？不告诉你，不告诉你。哎、欸，我就拿一下早餐，我也微波一下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我刚刚起来那个口水。牛肉饭应该可以微波吧 ？Hello， 早安，可以吧？这边爆炸、啊、会吗？酱油跟肉僵尸应该不会爆炸吧？我有点害怕。先不卡，对啊，对啊，牛肉饭。Hello， 大家早安呢，早安给大家，我的手。哦，我跟你讲，这发生什么事？就是你知道吗？我手贱，就是那个偷来抓的地方，然后我一直去抓，所以我把它贴起来，因为很痒。加保鲜膜微波就好，哦、保鲜膜可以微波。抱回去。早安，不要录先，不要录先，不要录，先不要录。太咸了吧，还好吧，一点点而已，就是三口、五口、十口啦。不要封起来哦，边边掀起来哦，好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教我这种知识，不然它等下会爆炸，是不是？谢谢回放兔送的银白漫画。Hello， 怀华，谢谢送幸运四叶草，大家早安。早安，看我手机。哼，为什么你们都那么早起？谢谢嘎比，谢谢花花送 Popcat， 一分钟就好，好，好，等我。
欸，我拿了牛奶花生上来吃欸。牛奶花生在哪？还没，我今天还没那么好。我们来听歌吧，要什么一秒一秒越好。现在宣传曲，宣传曲。哦，牛奶花生超好吃欸。要加入附近的网络吗？不要，一定会卡。谢谢傅伟送的真情告白。OK， 我今天早起，我就是来吃早餐，然后我们可以给我化一下妆。太好了，没有邻居，但我之后会买的，就是家里。其实我想去下面直播欸，要吗？我想在下面，我真睡下面。可是下面不知道会不会很丑。好哟，一下哦，试试看。会。如果坐下会长什么样子呢？欸，好欸。好欸，可哦，可是光线好黄啊。嗯，在上面啊，我等一下去拿。好欸，那我背景棉被床 OK。 嘿，背景单调，你要那个圣光是不是？我看一下光线。会啊，很常撞到啊。没有，这不叫楼中楼，这叫夹层屋啊。那都可以站立，都可以站立的。对啊，就夹层屋。在台北楼中楼很难吧？开玩笑的。武藤海报，对，我要拿光美灯来了。好哟，好的，我要找一个代班主播来一下。好，就决定。哎呦，过来，你在这边待一下。他叫什么？他没有名字，他就是一只熊。好，那我去。倒了，等一下，哎呀，他倒了，哎，
好喂、欸，渴哦，渴哎、欸，去旁边，我们来架设我们的网美灯，好久没用哦，我维修，嘿，嘿，啊，啊，我就平常没有在睡这里了，这就是一个。哎、欸，哪一部少女？我超级喜欢白色的东西耶，白色的东西是史上最棒的东西。我平常不在睡，这平常是我爸妈在睡。谢谢金鱼的送 podcast。黑分多次难啊，没有，我就是一次上去之后，不想要再来第二次，太麻烦了。就是一个懒人。我没有拿脚架，那应该撑得住吧？哼，可以，好，他就在那边吧。比他慢一拍追求，我是瞬间风忽然变走。爱吃，你觉得邓美比较好看？很黄的这种吗？这样嘞，微亮的，还是哎、欸，还是。在吗？哦，我前面有窗帘呢，还是我把它拉起来？我要面对这边的邻居，看着他高级的住宅。嗨，那如果不开灯呢？喂，哦，对面邻居早安啊，看起来你们还在睡啊。你看我的黑眼圈，这样可以吧？这个光线，我生气，我要来脱我的牙套的。没有，我是住在高级住宅的隔壁的普通住宅。我们的 level 差很多啊！哎呀，这就像七七旁边的秋红谷的后面那边吧。没有，我对面邻居的阳台很 chill 哎、欸，有种树的。然后，哦，对面邻居起来了，他开灯了。然后他有一个木头的椅子，很像躺椅吧，还是什么啊？反正就是很漂亮。那我再看下一层。哦，下一层是洗衣机，但是它有种树，很 chill。哦，再下一层是放杂物。哦，隔壁是晒衣服哦，哦，上面晒衣服哦。但它可能是同一家吧，我觉得。它可能有很多个阳台。后面的室外套好像趴着你，你不要乱讲话，它不是，它是棉被，只是我早上没有。我早上没有，我没有去整理它而已。嗨，带有少女的感觉吗 ？Pink Pink。谢谢林果中的真情告白，早安。就白得很像，哎、欸，这一年早哎、欸，早安。
现在折棉被太晚。折棉被，这不是早上起来就该做的事吗？但是我平常，因为我在台中的棉被，我是比较蓬的那种，就日本和是那种比较蓬的羽绒被。对，哦，我昨天也在看布丁念书，然后我就讲了一句：“怎么办？学生都在念书了，我要怎么办呢？”对啊，我是摆平。早安，我该叫早安。没，我是看看小圈圈的肉饼啊，我们差不多啦。听说我们真的差不多，那我觉得他应该可能比我好一点。起床，请各位起床喽！起床喽，各位！你们有个剧本要给我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请起床喽！该睡了吧？你们这些人是还没有，还没有睡是不是？对哦，昨天的夜袭，恭喜卢卡，很强耶，加布了吧？你在组合的是吧？好的，那你要等我想一下。主弹圈是甜甜圈。你们不知道吗？很强哎！我们起床三个小时了，很早哎。好，等我一下。嗯哼。卤肉饭，卤肉饭，请问大家是半派还是不半派？我是半的。想要帮我拍半吧，真的吗？谢谢吉米粥，我的海藻啦，大家可以慢慢舔，没事的，大家半啊，真的啊，可是直接就吃到白饭的那个，就是白饭耶，那只是什么都不办，他说擅自邪教，然后我就怎么会呢？对，刚也要办，你家都不办耶。
我是属于那种白饭一定要白饭一定要配东西吃的那种人，然后就是在吃很多碗。他显示网络不稳，他不能网络不稳啊。要去读书了，加油庆怡，我十一月我们开始加油。加油，我们要学测就上。外卖太贵了。发现原理耶，会卡的原理，因为我肉爸本的碗放在他旁边，他可能留一个阻隔波，要再试一次吗？放远点。喂，没有呢，真的，我跟他碗放在这个手机旁边，然后他就开始卡了。没有，我是下一个月真的要开始读书，我认真的。没有空碗，还是快点。这边我业配都卖得很好，这是神奇的食物啊！我觉得它有一天可以出只有汁的牛奶，牛奶花生汤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经过，因为我今天回家的路上，然后就我经过健身房这样子，然后那健身房的人都会在外面发那个传单，我每次都想说他会给我吗？他会给我吗？他会给我吗？没有一次，没有一次给我，就是也没有打我，有时候小姐欢迎看看我都没有。我昨天终于被问了耶，拜拜小玉。我真的终于被问了，我就走过去想他应该不会问吧，因为之前都没有问。结果走过去说：“小姐，欢迎参考看看哦。”我就哦，是因为我十八岁的关系吗？还是我看起来很狼狈？我真的看起来很狼狈。他认为我需要健身，不是吧？不是这样吧？可能是我昨天对，好吧，因为我之前前面就是这种，你知道吗？买完菜的、买完饭的那种妈妈，对。没有，他现在都给那种妈妈们，然后那妈妈们都不理他们。怎么先听健身房？我不知道哎，我不知道是哪一边。
然后我就连写下这此人十八岁。我不知道是哪一家，因为我没有看，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那间是什么。开枪！不知道哎。爽了，还很缺吗？喂，他应该不会去养吧？哪里啊？这里，就是你们在一起，我可以帮忙。然后我就用完之后，就大过敏。我不知道欸，就是我用完之后我好像不太适合用一体我可以关这种东西，然后就会过敏，就很痒。牛奶花生赞哟，超赞，这个一定要吃的，从小到大你人生一定要吃过一次。我们要怎么样？好，先到这边。画我的眉毛。超好吃欸，牛奶花生品牌一定要对啊。我要当画眉毛，我每次哦有画就好了，反正有刘海挡住。反正有刘海 ，no problem。Hello， 感恩，拜拜佩旭。好、好，早安。应该没有人像我这样画眉毛吧？应该就只有我这样画吧。出还好吧。
它是很粗。拜拜，李冰晚，不是晚安，拜拜。还好吧，超细的、啊。早安，切董。没有眉毛板就是对称的啦，看不出来啦，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啦。你看我弄刘海，你们也看不出来呀。哪边化妆一定要的吧？一点的青，是不是我很想吃咸菜青？花不花十二点？公园应该会对称吧？就算没对称，也看不出来的，因为我刘海。啊，好吧，他被我抓掉了。还好写中文跟英文的。我的品牌名称。对啊，十二点要出门。我跟你讲，会飞起来的一个只有一首，叫做《梦之中》，而且只有我而已，其他人不会飞。好吧，我们去洗碗。我觉得我需要洗碗，因为我不想要等一下很赶。那你们就在这边等一下。
Hello， Hello， 雷库瓦志祥，佩元 ，Hello， 早安，一起早安。今天大家上班吗？我很好奇。那今天是放假日。谢谢了北原送缘分相遇。早安。好久的歌哦，太久了，没有，只想问一下而已。哎，我真的发现定律，就是铁的东西就会影响到它的网络搜寻。Hello， 西兰草莓讲 Hello， 真的，我认真的，铁质的东西会影响到搜寻，我认真的。哎呀！早安，草莓讲，谢谢啊，选上枫叶护卫送的粉色满花。电磁波，就是可能，还是我手机被我摔到，可能某个零件会间接导致什么？谢谢他给我送能量饮料。谢谢月空开送真情告白。我用不到那么大了，我现在手机容量还有很多耶，我现在是120/156吗？没有156/128，哎，我128吗？好像是吧。现在我不拍照，被发现了。我手机的库存照片算是什么东西？生日，生日拍的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东西啊？请大家稍等 ，Hello 大家，我拍到很。对啊，哦对，还有158身高的，谢谢博云送我这天秤座啊！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照片，每次别人问我说你喜欢拍照吗？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喜欢喜不喜欢拍照。我应该是喜欢拍照的吧，但是我不喜欢自己拍照这样。我的旧照你可能是要发到已经在2019年了。旧照，因为我没有新照片。你都不发？会啦，我公演会发文的。
你放心，我公园一定会发问。去年都没有合适的库存，没有啊，去年的库存就是各种生写的照片。他写 so long， 我还以为是，也可以。有肉哎、欸，等一下。就我觉得好像我没有，就是我喜欢给别人拍啦，不喜欢自己拍这样。刚刚那个，那叫什么？嘴边肉，因为我带我有矫正牙齿，所以很容易卡。哪有哪有，明明就是牛奶花生比较好吃。八宝粥里面有那个，那个叫什么？大红豆大豆，我不行哎、欸。对啊。忘记是哪一句了。台中市卤肉饭，花豆，那个叫大花豆，我是爱插味的。其实都可以，但是我没有吃过山的，我都吃味道的。想让你长痘痘，真的吗？因为花生吗？花生痘痘，花生痘痘，居然吗？你是三派是不是？我妈都买三派的，但是我都跟她讲说我要吃爱插味。不是吧？我是喜欢那个小粥吗？他不能叫小粥啊，他不可以。花生上火，谢谢好事多送能量饮料。这是公园，希望我不会跳错。我这次跳错我会难过耶，因为这是我近期最后一次的公园。So long， 真的太 so long 了，之后真的是 so long。怎么办？喂！妮妮 ，Hello， 早安，小猪，早安，嗨，干汉，早安，谢谢小日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抱歉，我的存在感就是这么低。哈，我在团队里存在感很低吗？认真吗？我觉得还好吧，还是真的很低。可以的吧。蛮低的吧，认真。我是说看动作会发现跳错的人很少。
不是说没看你，什么意思？OK， 跟你差不多低调，那你真的蛮低调的耶。啊，认真吗？我是觉得我没有到很存在感很低耶，是我自己认为没有很低吗？所以我其实很存在感很低，虚然吗？虚然吗？是这样吗？这样吗，各位？哦，我认真好奇耶，我存在感没有低吗？笑在一定人，笑在看谁？都在看琪琪。认真比认真，我跟熊妹差不多认真吗？你说在船内吗？你在 A 排的时候，啊，我一直以为我是二期蛮前面的人，我一直以为原来我是存在感特别低的人吗？人来吗？太难过了吧。你都在山顶睡，你为什么在山顶？你要选侧牌啊，侧牌搞不好可以接彩带。KK 系不熟，什么是 KK 系？先求邮票，你在半山腰，这边睡会被成员嘴巴。那是谁啊？就是看到旁边有人在滑手机啊，哦，还有人在睡觉啊，还要睡觉就回家睡嘛。就是说没人看你的意思。哦，这次的售票系统。OK K， 哦，你说这个 KK。你说上次侧牌，那可能是感觉就是谁的大学同学之类的吧，但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来。那个真的太奇怪了，我真的，怎么会有人，就是大学生，然后长得不是粉丝的脸，上次啊，有一次，某次，然后金头发之类的吧，忘记了，反正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进来的那种。他们这样三个人嘛，三个人这样还要3000块。未曾让你，你们长得很像粉丝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，就是最后靠近舞台那边。有三个神奇的人，对，你在他们后面，对对对，就那次。我明天要断考
你现在在这里干嘛？你现在都在念诗，我在干嘛？Hello， 框框寄风凉。没有，我今天来台北，我是为了来练习的。啊，要公演呢。我没有带书来，我想说我应该不会念。他只还有张票，这是山顶之类的。那种观看角度不太好。角度不太一样。因为我今天没有在平常的地方。今天不在平常的地方。你有要公演。对啊，就你带来然后很重，然后你也不会念。那你带干嘛？山顶扁扁。我真的睡得全身酸痛，那个枕头发生什么事？嗯，他怎么跳掉我的？笑死！太心安了，不行啊！那你就是，你就不要心安啊！你就是要觉得你就是没面。我就想说，明天考试我还有两节自习课可以看。明天打算考数学，但是数学我真的是完全不会。他现在教了什么？三角函数之类的吗？一个奇怪的符号，反正就是我也看不懂。书，你都带安安？什么东西？但是书都会记在脑袋里，也不用带出来，应该都会念。哎，我昨天搭高铁的时候，我还有在那个呢，我还有使用英文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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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单字测验。你觉得我很认真呀？对啊。嗯，好问题。应该是学霸的中文吧，没有啦。是你吗？安七月，我们要只考，你不要诅咒我。我们要只考，我也不在。两课单字大概50个吧。我的单字量现在是1000，没有啦，大概500，大概是500吧，大概是500吧。会考，哎，不对啊，可是我会考 A， 那我可能有800吧，那可能1000吧，那我应该有1000啊。如果你包含那什么 Apple 之类的都算单词的话，那就 OK。学生要4000呢，国中有1000，那我应该有1000吧，毕竟我国中的英文考得蛮好的。好的呢，对啊，到底算吗？如果都算的话，那我还行，2000就很够了。可是啊，我每次那个选择题、一开始单字题、实题，我都没有一个看得懂。我想说这是什么东西？
我怎么看不懂呢？没有，现在指考没有指考，我们叫分科测验，而且分科测验没有考国文跟英文，就是反正就是你学测你考怎么样，就是怎么样了。也要参采什么学习历程，可是我其实真的认真觉得说，如果要参采学习历程的话，那就不会是只有看分数的事情。对啊，那就分数就不会是我唯一的东西。但是我就是教育部规定大学一定要就是要看学习历程这样子，但是我认为还是看分数吧，我觉得。对啊。有啊，我觉得我做的超好欸。第二关，但我的第一关，其实我就觉得很奇怪啊，就是你知道各个学校的录取标准，然后我要底标之类的，然后进去之后我就看到他的那个第二阶段筛选，就第一阶段是底标，然后第二阶段筛选。哦，十几分？什么？就是不懂啊！你第一阶段是底标，然后第二阶段呢，突然又跑到那个很高，我就我没有学校可以念的啦。十几？十几没有很高吗？是有什么你别人有的吗？就会一直参加甄选。今天学一个实用单字，那你就要是普通，那就普通吧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你在乱打对不对？这是什么奇怪的单字？火山细肺症的英文。好哟，太长了吧？我看得懂啊 ，volcano coniosis。对啊。原来如此，不愧是林果哦，好好笑哦！哦，前面的也要是不是？刚那个什么什么猫牛肉的全部杀不死。火山细肺症是要在火山旁边才会得吗？火山细肺症，平常在地质学家吗之类的 ？Micros， 我知道 ，microscopic， silico， 肺部超微细。我知道 volcano， 不用跟我解释，我看得懂 volcano， 我看得懂 volcano。
不是幼稚园就要学起来了吗？笑死哎、欸！这是什么？好像学过吧，但是我忘记这是什么。我的英文单词就是对忘光光的。喜欢的歌，对啊，撅嘴，笑死，撅嘴。撅嘴跟嘟嘴不一样吧？撅嘴是什么之类的吧？可以示范一下吗？我刚刚不是示范哦。哈，所以我存在感是很低吗？不行，你们刚刚讲了之后，我真的很在意，是认真很低是不是？乌诺 ，Hello。嗨，乌诺，你要上演那个吗？一嘟一嘴，一嘟一绝绝绝。不是杨兄讲的话，我真的是杨兄讲的话，真的让我很介意。要模仿了吗？还记得剧本吗？记得，就我们今天在逛街，然后我们看到面面的公车，然后我们就默默就说：“哎、欸，我帮你拍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不要了。”然后公车就跑了。然后默默就去我就在原地看着他，笑他。好哟。好的，要怎么演呢？SWOT 是什么 ？OK，Action！ 哎，作家，你看这个是那个哎，面面的公车哎。哦，真的哎！快点，我们去跟他拍照。他说不用了，这样很奇怪哎。我帮你拍，没关系，我帮你拍。快点！哎，公车怎么跑了啦？快点！哈哈，哈哈。哈哈，求命！因为我就是一个尬的存在。哎，可以喊空吗？你们可以喊空吗？是不行，你们要拍手。
好的哟。那、啊、如果喊口可以的话，要喊大声一点。你说不行就可以。阿飞不准喊。Hello， 阿雄，早安啊，早安啊。青云在海的欢乐模仿。Hello， 博云。二界喊扣吗？谢谢乌诺送掌声鼓励。一米粥 ，Hello， 早安啊！我知道，我每次在那个 Uni Sakura 的后台，就听到一个有个人在那个 Sakura Sakura， 我是怎样 ？Sakura。啊啊！然后还很的喊的很大声哦，超好笑哎！然后想说谁啦？啊！谢谢金米洲这种浪漫奖金，我在后台啊。OK OK， 在拉什么长音啊？不用喊那么累，屁呀、啊，明明就超累的，好不好？用心良苦，用心良苦。哎，我现在开始对我的人生感到迷茫了。没话动吗？不是地盘有八个人，今天你怎么换了？因为我今天没有在平常地方播。这周要全餐了吗？哎呀，你看看我两天呢，开心吗？现场的人有福啦，有福啦，有福啦，太有福了。不喜欢红莲花吗？没有不喜欢吃，因为让我想到鬼灭之刃，然后就想到。我把它周边的东西移开。他写说全面暂停，其实我也想要想说，哎，偶尔可以更新一次啊，但是好像不行。
白酒鲜虾意大利面，白酒鲜虾，奶油鲜虾吧。我好像是点奶油鲜虾，是奶油鲜虾吗？忘记了。就是问啊。就是问了呀。但那是那个是那个啊。像子萱他是因为是去留学。这样子，我们这种是要专心念书。那既然都要用 IG， 那就为什么要暂停？哈，没关系啦，算了，我不会绑啦。我觉得我的手指头没办法。天天，早安。哎，对，你知道吗？我在想说，我十一月之后，我想说，你可以帮我发一下业配吗？可以帮我发一下业配吗？可以帮我发一下业配吗？我在想说要找你，你还是找我？可以帮我发一下业配吗？你一来就卡，真的是你的原因吗？天天，我要加冰块，现在还在卡。越来越少是正常的吗？哦哦 ，sorry， 太大力，太大力了，其实我是滑掉的、啊，想说踢一下会就砰，直接踢到底。突然太大力 ，sorry。我刚刚什么？汤叶配主意很可疑。我想说，对啊，啊不然周二蛇写成怎么办？那个销量危机。哦，你说我现在是瞬移是不是？嗯，我的直播说，嗯，说什么？这是 OK 吧？因为我被拖拉抓，然后我就去抓，然后有点痒。是猥亵的送的云白漫画。我很喜欢十一月的，我觉得我十一月，如果我可能会上封面，但是我不在，我不知道。又是我偷懒，对，就是偷懒。然后就是回家的时候就会很想，哦，偷懒。跟他玩一下，但重点是我休息啊，
快点来跟猫咪玩去开心。真的喜欢十一月，认真喜欢，超喜欢。啊！邻居观察日记。他们都种满树了，你猜啊，之后就知道了。现在还是卡的吗？没有。没有看。我今天中午已经想好要吃什么，但我不能告诉你们。是我跟嗡嗡之间的小秘密。我讲错，我要跟谁约了？我要跟嗡嗡约会了啊哈！很吵，很吵。嘿，天使女神，我喜欢这个。太阳出来了，哦，外面的风看起来很大哦，希望监督上人少一点。今天快要十二点，就是一个没有休息到的周末。你吗？还是我？我没有休息到啊，我没有休息到啊。好哟，我开始卡了，是我的手吗？我去拿个冰袋。冷气，往下调一度好了。威海，喂，这样。这样嘞，现在还在卡吗？还在卡吗？卡吗 ？Hello， 我目前没有。Oh why, oh why？ 可，谢林果送一封信。我有种假的，好像想到我如果未来一个人来台北念书，我好像会很孤单耶。谢谢，我也放松这种银白毛花，乖乖早安。
你觉得你手机屏幕可以换吗？什么东西？换什么？换手机哦？就换啊，就换。上大学就有朋友，大学朋友啊。孤单吗？会不会想住宿舍？不会。但是你听说很多大学就是大一强制住宿。对啊，我就跟我讲说，还是你大学来搬来跟我一起住。但我想了想，好像大学，因为我爸妈有时候有事，还是会来台北。不知道。那我应该没有问题了啦。清大可是没有吧？那谁不是念清大吗？他应该没有住吧？觉得好像我 TP 的朋友就蛮开心的，但是摸东西都不回讯息，这很困扰呢。那你在我每周传赖给他，然后就说啊，我们不是一直都用 IG 聊天吗？不是啊，你 IG 都不回啊，你都不发文了呢。怪呢，不是我的问题吧？你每次开不了都打联络不到你，不是没有他电话什么打不通，因为他开勿扰模式。语音信箱，还在卡吗？好，我感受到卡了，我也在卡。
这样嘞，卡吗？顺，因为他如果继续卡，他就会继续卡下去了。好了吧，好了吧，好点了吧，应该吧，它应该是好的吧。这是光线问题吧。一个人好无聊哦，偏不要，还想丢啾啾你呀、啊，笑死！啾啾你哦，谢谢，谢谢阿雄。Hello 大家，Good morning， 你走心吗？谁走心？谁走心了？喂，喂，卢卡是不是很喜欢用这个？好，中午好像什么神奇的用语，叫午安 ，OK， 午安，早上好，晚上好，午上好，午安，就午安啊，午安，晚安，早安 ，OK。因为我刚才剪指甲了，好长哦，指甲好长。从高中上高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没有学钢琴，我就觉得我不知道，我就是小时候我就是我们家的钢琴，然后就
我就随便，我就啊，好好听啊。然后我妈就天哪，我养到一个天才了吗？然后就带我去上钢琴课，然后我每次很快乐。你怎么会觉得你养到一个天才呢？我没有，我没有天分，完全不会弹。人家叫我弹小星星的变奏曲，我不会，就是不会。想说我看好你哦，我跟你讲，现在男友是什么东西？不是断考，也不是学测，是下礼拜的公演，还有下礼拜的生日会。到生日会要干嘛？喂，哒哒哒。好久没跳这个了。对啊，因为我希望下边我存在感不会太低啊，不然我声量太低啦。忘记谁讲的 ，Killer 吗？朋友，只要爱的你，没有吧？这样没有吧？凝视地平线，此刻我才终于了解，我越是珍贵越轻易忽略，一旦发现早消失不见。早安，阿冠。当当当，只要有你，是最爱的你，连默契也如往昔。只要有你，纯的爱意，统统沉入海底。你们今天要干嘛？等一下，对啊，卡拉 OK 啊，下午要去打桌球，睡觉吧。
觉，你们一直睡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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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安，睡睡平安，买猫砂可以的，买猫砂。我几点睡啊？好像快两点。希望等一下温同学不会爽约我，希望他等一下会来啊。大家说哦，我是 Joy， 他应该不会吧？谢谢夜空 Sky， 祝福你。走啊，走去家家。佳佳，你各位真的为什么啊？哎，武丹的人数看起来灰灰的，我看那个海报感觉灰灰的，还是我视觉错觉？林佳佳，你佳佳佳佳，就人看起来灰灰的。要把我忍呢、欸，操！不是那个家，Today 是一个 chill day。加加加加，我发现成员很多加字哎，各种加。今天是蛮秋的，等等，对面的树都在摇啊！你这样不对吧？这也是 AKB 的粉丝呢。今天会下雨吧？应该会哦，要带伞。出门记得带伞。你们有在戴这个吗？超大帽帽，超大帽子，是真的很大哎、欸。
超大欸，带个出门，他怎么了？我正好要去那个打高尔夫球的阿姨。对你来说太小，对你来说太大了。你给别人，你给别人了，笑死！不懂那美好，有种装迷惑。啊！就躲进人群之中，偷偷的守候。别想着在。金灯奖的角色，好像他的资格。哒哒哒哒，某某某，你身后，前方总不像是我，跟大家站同一波。听心跳扑通扑通，一起叫做似乎蛮不错。呆萌的逗留，偌大的地球，却有一副抱着梦，为什么？我认真这几句，真的有嗡嗡的声音。周边有配音，这一望遥远的那一刻，没有，我是唱错。哒哒哒哒。哦，那个毛屑掉下来，超像头皮屑，笑死！帽子，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，但是很久没直播。螃蟹 Penguin， 哪里会有转折？赶快出发离开！爱只给一个这样的角色。第三句是我唱的吗？什么第三句？第三句是什么句？一个，哒，急速奔跑，哒哒，来，拿钱向你。南拳三零，我那时候怎么唱的、啊？谢谢阿小松一本哦，我一直掉头发、欸，我是要秃头了，帅已经秃了，地板都是我头发。奋不顾身拼命的你，都假意收到回应。悠悠漂浮在宽阔的天空，
看到那片最快那片落后，究竟又可以代表什么？说你比他慢一拍追求，或许转瞬间风忽然变奏，让心事完全不同。不懂。我有在吃氨基酸哎，最近开始。我要开始生发了。再全搬不过命运，不是命运啊。漫长的冬季所遇见的国际都加速了旋转。眼看周围的朋友陆陆续续纷纷远走，一点一点不断攀登着梦，实现当年的承诺。算作一波，你想你该睡觉，你想睡觉了，睡什么？起来嗨！是昨晚没睡，是不是？虽然我也很累。睫毛，我想去买假睫毛哎、欸，假睫毛哎、欸，好笑，这是怎样？你粘得上去吗？是用过的假睫毛吗？这天要怎么嗨啦？大家很累，我懂，我懂。就是你，还有胶也算的，好恶心哦，假睫毛。你们要问几次，我就被偷喇抓嘞。现在把你填出事就会嗨起来了，笑死。噔，That is your problem, not mine。嗯，怎么都没有好听的歌？那我就只好继续播了。今天真的是一个chill day。嘿，亚德，我手机还没挂完，看来是买太多的问题啊。大户。因为来，我都听什么？嘿，好久不见。我都听什么样的类型的？不是哎，就是我比较喜欢听那种嘛悲情歌。嗯，纸箱上不是小小的。
真的、啊、认真的、啊。认真，真的没在骗，没在骗，太猛了吧！好啦，我期待大家来找我哟。我痒了，不行，我想抓了，超痒呢。随机配。那批是十个极致的数量。君の脆鸡什么？哦哦，脆鸡。脆鸡，杨雄喜欢吃脆鸡哦，好吃哦。噔。ちょっと濡らしてほしい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要带应援物来哟，期待看到我的名字或者是脸。为什么？侧台，赞！你可能没手，不行、啊，你草鼠只能拿我的啊，还有七七的，你怎么会没手呢？怎么会没手呢？不会有没手的问题啦，真的。让他拍板。OK OK。期待看到我的拍拍哟。这哪有严格？我只是希望，希望可以拿。放那首的歌其实都蛮对我的味的。爱是会期待，我只觉得孤单太失败。好听啊，我觉得有一种老式的那种美式的旧歌嘛，我很喜欢那种欸，以前早期那种 Michael Jackson 的歌，比起现在，就像我们音乐课现在在教，就是从什么19多少年代开始，就是台湾的歌曲这样历史这样过去，然后我们现在的同学说，我要听那个告五人的歌，然后我就没有听过的，然后这种大概很比较早期的歌，我觉得这我好像可以哦，好像可以哦，对，我喜欢早期那种欧阳西洋乐。
牙白没护牌，这完全不同意思。Hello， 戴戴，老周，你才老嘞，老欧，老欧，谢谢玉安送的告白气球，谢谢。我很喜欢那个什么，什么东西？那谁啊？忘记换谁？你也绑着啦，Airplane， 念日榜第十名是小易，谢谢小易。第九名是 Alex， 谢谢 Alex。第八名是林国，谢谢林国。第七名是圆滚滚，谢谢圆滚滚。第六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第五名是博云，谢谢博云。第四名是傅维，谢谢傅维。第三名是玉安，谢谢玉安。第二名是阿雄，谢谢阿雄。第一名是夜空 sky， 谢谢夜空 sky。我要去出餐了。我要去出门啦！我要去出门，我要出门啦！不行，还没有到，时间还没到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Evan， 大家拜拜。我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播到时数，有吗？我刚刚播多久？我刚刚播多久？12:27，应该有吧？加油！拜不 ？Airplane，Airplane。好，我再播两分钟啦，刚好挤满。35这样，好啦，期待下礼拜见到大家，期待哟。啊，真的期待见到大家啦，因为毕竟是我最后一次的旅社公演，近期就是休息前的最后一次旅社公演，也希望可以表现好一点，不要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等我回来，我还没走。对啊，然后我下一次直播是下礼拜五。对，好的，杨雄，好，拜拜，拜不，大家拜拜。拜拜，真的要关喽，拜不，拜拜拜，好，拜拜。